车。这是艾斯曼。你把那边的篮筐给拉平了，还有一点弯。虽然那两个头还是蛮帅的，国外有两个头。对啊，就火箭头空掉了。你要投这种球就可能，他们就不敢夹。其实你更适合这种接球头，省力省力，真省力哦。无论是 Jackson 或者是我们拖进去一个把你拉开，我吧。对啊，可以啊，省力。我给你做了多少球？去。第二个球我是接球头，第一个球是我带到这边自己投掉的，而且离三分线还有点距离。给你带球，不要过那个三分区，不要过三分区，靠近它都有点挤。对啊，因为像这种今天这种场节奏比较快，你带进来，你进来之后人一进来，我就很难再过它。啊，好，你看你当时就站离那个三分区线外一步，你在那个地方活动，等球就行。你之后在那边运球，然后全。好。好啊。不要打了。走了。好。哇，来。哎，你不错哎，短短时间进了六颗是吗？两场进六颗哎，牛逼哎！我讲了，我有手感现在，因为我换鞋了，真是。又在讲鞋，真。我讲换鞋真的影响。哇，一双舒服的鞋子真的很重要。对啊。对啊。我的身体还是没有那么好了，这个好像后面软了。哦，软了是吧？套住你身体的东西。你刚不打过吗？再来个这个。没有，第一次。他是高啊。对，还可以，也不会凶了。他也没有这样。为什么他没有这样？他也不会这样。因为那边篮筐歪了嘛。主要是那边没有飞溜。对。他也不要。什么？你就说我粗鲁了。我是讲他的思维是挡不了你的。他这个打球是按照得分位去打的啊，这个位置。就是躲的人打的感觉。是躲的人在外面射。他打手球从外面敲那个篮筐。啊？他每次运球，他现在打挺好的。嗯，有进步的，年轻嘛。哦。哦，先射你的对手。打不过这个。哦、我今天晚上打了，进了这四个球当中有三个是三分。你可以去下去了。你在干什么？詹姆斯，你可以下去了。哦，欧洲。哦，他俩一对啊。太暗了，都是你的错。超难摆。这个灯坏了。我要飙了，妈的，你又飙了。灯坏了。哇，灯又坏了，灯关掉了，关了。你的。哇，防得太好了。詹姆斯好防，买个手电筒吧，挂在头上。矿工，挖矿的人又在这儿。带来有高度近视。詹姆斯每次在检查那个隧道的时候，都要带那个矿工灯的。哇哦！哎，安科进了第二个球。龙哥又想搞突袭，我上完他了，切了还传回出来，对呀，切过。
龙哥关键是那个运球他只能够累一下，两下，我保证两下、啊、也两下过后就不可以，对，他不能够持续性的运球，所以他只能靠那一下，最开始那一下。交给王牌，对啊，王牌，王牌，耶，王牌没有戴眼镜，哇，王牌好传，传得真好。而且他挺会用身体，哇，哇 nice。要做东西啊，没有带灯啊，不可以啊，今天晚上。哇，好能跑！哇哦！没有吃饭呢、啊，太多了，哎，我们可以去对面，要去对面开，对面玩了。不要不要，我们就在这边呢。太多人了，等很久了。对面没有，同上同下嘛，同上同下还好。可以啦，那边开一局，中间等一组。同上同下。今天21个人，如果你是，我们都等完了。16个的话，你还可以同上同下。自己拉就自己拉咯，这后卫现在不准，这时候不准啊，王牌，哇好快，哎可以，是OK， 该出手的时候就要出手。哇，王牌耶 ！MVP，MVP，MVP。MVP, MVP, MVP 我给你打灯了啊！我给你打灯了啊！打个伙伴，一个礼拜不交了。先进大宝剑了。放屁！打伙伴。哇，王牌！大宝剑里面有包括打伙伴吗？啊？没问题。哎呀我带你去，你看，一下子跳出来了，他知道在哪儿。哎，罗伟，对不起，我讲一下，你刚才讲了什么了？你带谁要去哪？我不是罗伟，你们听到声音了。对呀、啊，他两场比赛中6个哎。他以前是麦的，今天是雷。他讲后面有力啊。现在有力了，现在休息了。没有，你跟庄西休息，我们就刚刚好8个人上了。啊，对，你多休息几把。不好意思，休息。我们年轻人可以多打几把。这边今天特别暗了。对呀、啊，我也觉得，就不想过去。这边也坏了一个。别人的后面的后卫，后面一直投都没投进，投了可能3到4的。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王牌。我们要出手了。王牌。绝杀。有没有我信任你家新人？这种踢得不少球的。哎，都到篮底了，还传出来？按在地上摩擦的。哇，投了4到5个球。
不会这样蹲的，他们不会这样蹲的，他们叫亚洲蹲的。哦 ，six five 还是亚洲蹲？像那个，他们的狗，他们的狗。哎，三六已经走了。啊，对对对。没看到他。进攻五秒。进攻二十八点。出手，手要出手。对，黄牌突破上篮，哇！哇！哇！我扔弹要上篮，哇！黄牌在你的带领之下，你们赢了嘞！黄牌，别再看到真的了，你要记得。我要跟你共进会，我决定要抱你的大腿。可以可以，我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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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啊，你这么快就走了？好好，拜拜。撤了没有？撤了没有？走得好，走得好。哦，对，龙哥也没有打。哦，你刚才有打是吧？有，我收打。啊，被射爆了！啊，被射爆了！还有被射，还有被射爆！切进去传出来。我不要了。不要相信队友啊！哦。哦。你看队友是不是相信了？他射的标准。哎，天哪！打我，打死我 ！Stephen 浪费了太多的力气去打一个 point guard 的动作。所以这个 minus 开始出来了。对啊，我就这样子打，不要相信队友。队友太烂了。还有一根够了。哇，不愧是Stephen的三百。Stephen，啊，跑过他那种感觉没力了，知道吗？他不能用那种shooting guard的动作，他要打power forward。不要传了，不要传了，看到吗？我有一个助攻。我操！打脸！
老黑，你防守太烂了。嘿，看我要打死他。为什么打出来？哇，老黑，第七个球今晚。该出手就要出手啊！第七个了，他前两场进了六个，哦，加起来进了六个。这个什么？这两个什么传球来了？哇！看那种慢好的。他是个库里的感觉。哎呦我去！给他给他！加球！哎忙忙忙！妈的！我已经不动了。加个手推。没怎么的。我我操！哇，进的就牛逼了！哇，漂亮！他们有中投能力，还是中投的，还是扑的？他有一次很喜欢投那个，好球！他们两个人两个一个，哇哦，好稳稳稳，这个还是一如既往的稳。真烂，太烂了，真烂。哇、wow, 哥、好我教过你什么哇哇我操他妈的他三次了嘞哎我操投好了就给你打好了走走右侧不会投好我是注意按三次他已经有三个失误了烂今天太烂了过奖了他就是来自星空去了十八下我不可以再赛跟我不一样我在那边你是在赛你还是我因为我是两个还没给你想太多没有哎这确定他的定位要转那边，他不可以转那边。哎，这两个人都满。哇！哎！哇！哎，太猛了！弱一杯，甩在地上了。太猛了！哎！以后这样子直接就投篮了，生球了。哎 ，Jack， 哎 ，Jack， 拉开了，你要给人家开，要给捞一开。他要往身上拉，他可能他用那种。我们没有必要，他要让我们拍摄，哎，我们可以压到球。哎呀，我们就是要这种球。他打。
到。哇，都挺稳的。你放他中投肯定是进的嘛。中投就可以了，也挺稳。他失误不多。看他那个，整个黑衣服那个啊。Wow, good steal. 哈哈，哇！哎呀，你看 ，Stephen 就是 ，Stephen 就是读过了，对呀、啊，对。好，所以我觉得阿乔有点卡哇伊的感觉了，卡哇伊，被偷球啊！王牌 ，Only you！ 哇，哎，他进了第八个球了，第三场比赛第八个球。快是啊，他赢了还输了？他前两场好像是赢的吧？哇！谁问的？十几分厉害的那边。Last ball， 打出了库里的感觉。库里出来投我上场了。哎，给他，哎呀，给呀呀！哪球啊，人类！洛伊就投了。哇！哇，老李太帅了，进了九个球啊，当场比赛。都下，烂，放开叫你飞过去。Thank you, Curry。一个人。好，这是第二个，可以来。嗯。麦没打。花不进。有了啊，有什么事？我知道。你要学会啊，这边你不投的话，你进来一点意义都没有了。那些打的人在那边干嘛呢？你就算不投也在那边投。没有对抗都不投的。Stephen 就是这样才能找到那么飞，就这样扔才行。对，我就这样。给他好好射，他不准。对，要这种有点难度的。OK 吗？他被刺了一下。他被人打了一下。被打到耳朵，被打到耳朵。不知道被谁打的。张飞，发。没有，我知道啊。好 ，John， 可以降服了。
缺氧，我操！然后晕的时候人就不好了。这不是一般人会有的问题。这个才叫打飞机，你懂吗？那缺氧成打飞机了，打飞机抓一个准。三零二，我叫你几百斤。不是一般人会有问题，跟你讲，没必要买个吊灯会有问题。他在上面空太久了。Last pass, last pass, yeah, woo。哎，今天投的不错，投的不错。妈都不好意思。我没有，刚刚一瞬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因为我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你看你要出局要进局要干，我没有，我是要跑到另外一边，我知道你要跑到另冲到我那里，真是可以。你再这样下去哦，你在另外一边都没有人帮你、啊、真的，你在那边没有人管你。所以我在整个这个半场活动，等我的地方。哦，比分 ！Oh my god！ 拿出来！哦，帅帅，射射 ！Nice！ 哇！九一，突然找到本心。可能的事情要发生了，他那边，这个，哦，那还是会进，对他整个其实挺流畅的，他速度 OK， 可是他不稳定，他如果是练习就会好一点，射球很高哎，都是，好的，没有他的那个感觉跟我不一样，哦，刚内力哦，好像，你知道刚内力还是吗？穿肉哈，我们坐在后面跑过去的。哈哈哈哈哈！我内力。看到你了吗？所以我传给你了。你看他们扑我吗？我也看到你了。他们扑我吗？我看到你的 screen， 我就从你后面上去。哦，哦。但是他刚才确实两个手枪出来，你一样动不了啊！是你哦，哇！就，你看你要鼓励他，他就进。哎，射一个，小了小了。太不稳了。我觉得是因为他出手慢嘛，他多点练习就可以。他出手慢，你还没练。Five six。5-6 了，哇！他比那个外国人，这个出手几百块，这个还是很快，他说好像打机枪那样，没有歪的，对不起的，对，很快，因为他是有点像这样，所以那个角度跟实际有点难。Go there， 来 ，Go， 你防一下他吗？其他的不需要你补啊。James， 跟上 James。龙哥打里面，翻了不理其他人呢、啊、OK 放轻松点没有人打我打的，你来跟我一起看，他只要防住那个人就行了，我在里头翻了不理其他人两个人，不是我在盯你的那个，每个人都背根本没人切篮啊，每个人都是射球而已，还有多一个
上上上。那你打。他故意不怎么得分，让他得了大概四分。我还盯他那个，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完全防不住。没有啊。我就一直在里面。不是，我可以帮忙防啊，我也在里头啊。不是，没有，你不在里面，你在外面。我跟你讲，他不是放他，你被谁甩飞的？哥不知道，一下子整个，因为他根本没去，就那个洋人呢，其实射得很烂的。你后面已经射成那个，他射了那么多颗，你不能人家这样再放了。我没搞明白呀，你放前面放几个就算了。五的时候就已经讲了，他一个人进了至少10颗。没事，咱俩对一下。我不应该跳了轮子那里，他都不可能射进了。刚才你不是切进去就立连传分球啊？我觉得其实那你罚了杨了，跳了哦，你去罚了杨了，可能是。刚好他这场射球变到这里。对啊。命中率很高。出在房子，他都不能射，我跳一步。哎，你跳一步。不是，一下子戳到要盖你。说实话，最后没传篮板也有原因。最后我们一个篮板都没有。我一直在重讲啊，他是没弹到我的球。太强了那个。你每次出手，我们对任何人出手，我全是出手。没有了，其实我们也是自己在篮板，他们一进球就完了。对呀、啊，他命中率很高。啊，师傅。好。他控的话命中。啊，他控的话。他很控，他完全两步没有人挡。那肯定不能放啦。完全的身还可以。如果他有人干扰，他没有。因为他的射很慢。对，他射球快的。汪洋迪森还会干扰的。干扰一下他还是。还有了，手感凉。还没落。哇。来，看，就是这样。
好，你带着我的 ，OK。来来来来来。不要这样子吧！没有没有。哇，张飞！哎，对，龙哥你怎么了？一半给他。哦。鞋打打广告、啊，这就换了链子。全海绵是吧？一整个海绵。哪个？我的 Nice Boss。就跟罗斯那双一样吗？跟史蒂芬的那双一样。哇！当时你进了第一个球吗？蓝色鞋我都不要，不想要了，这个。詹姆斯的鞋好吗？詹姆斯鞋不一定好。他们信息踩，摸上踩下。来，厉害鸡鸡。没有吗？他让你舒服。里面那边可以打一组的，要不要去？要不要去那边打？好。射篮。好吧。顶着你。哇，张 C on fire！ 哇，三个都是你进的。对，传秒了，传到了三秒后的自己。Nice， 哇、哦，可以可以，核心很好。把他累死了，把他累死了。老王，你抢板儿去了？抢板小能手，别输。来来来，攻！哇 ，nice！ 哇，哇nice 哇哇哇哎，来了。哎 ，ankle！ 对不起，迟到。哇，亚龙怎么样？哇，太爽了！声音一片兴隆啊！撸了一回，很爽。你好像过期了，我才抓你时间。你说说，我这里是在拉皮条的，我怎么看都不像好人，你知道吗？这个越来越骚了。这不要脸的说什么？他是拉皮条的已经。
我是拉皮条的。不叫拉皮条，那个叫 A 尖，乱讲。什么好听的名字？那个叫 A 尖，对不对，安哥？拉开给 Jackson， 哇、哦，可以可以，拿针对，好。他给他给你，哎呀！哇哦！他不想再洗了，为什么？我不想给他。Nice pass！ 哇哇哦哇！我看今年多伦多有可能，真的上瘾。觉得多伦多有可能去年瘦。还有什么 KD 有可能？啊 ？KD， 我希望他不要出来。我看出来也是证明一下，哎，我这个手球他要不打，没有用，没有用，没有他就死了。他现在没有，他现在出来，如果半死不活也没有用了，对吧？他的伤没有痊愈。那个谁啊？这一场我觉得是那个谁没有打好，那个谁？有点一样，华也没有打好呀。谁？对对对，华也没有打好，也是一般般，不是他的那个水平。上一场被盖很多，后面他投不准。对，你是前面要给他几个压几个下来。他的射手，他的因为射手最重要的信心，对，最重要的信心。你给他你压下来啊，就有点恐惧了，就是这样的射手就这样。讲得太明白。拉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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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下一场就好了。没有，可是一直这样说啊，他中就是射手是射。他射不倒的，他一直在那里。哎，等一下，等一下，等，对，他不是打到脑袋。哇，发生什么事？只是硬打一下，顺势摔倒。没事，人家的那个。没有，是扶他下来。你们三个人怎么老搅一起呢？哎呦，拉开拉开！哇、哦，这龙哥冒了吗？龙哥有个预判。哇！吹发一把，几对？几个？4-5。哦，4-5，对，刚才 Jackson 进两个。哎，真。哦。Pick brand。这靴子 from China。China brand。China brand。
Nice. Oh, how you feel? Five oh. 六六啊。哦。When you buy? 淘宝。Cookies. Oh, Hoop Hoop Factory. Oh, I know that one. Cookies Junction. Stop it. 没看见 Stop it。应该是。看着我都要睡觉。抢不到吧？抢不到啊！来 ，reset。别这样对 Stephen， Stephen 已经倒了两次了。多少多少比分？换人。来，我再啤酒，再啤酒。哇，老哎。庄西真的香，我没有动过。没有。庄西垫脚王，庄西。Last day. 别动。Tag， 包一下 ，Tag， 不要往外跑。大熊猫再白，再来大熊猫。爆！有了，外面有。放。等一下，慢点。环境很好。看了。哎，哇哇，又有球了！很明显，我一看这个球，暂时拿不到。It's okay. 我站这么好的位置，你不伸手给我破局。来，Shit! 哇，好球！我打你的木材玩具了。对呀，黏住我身体，放我。你不要把球带过来，直接从那边传过去就行了，不要带球过来。OK 啦，这个是这边为什么会？没有，这个是 skin injury 而已，把这边没关系，把会很痛。为什么会？它是你擦到那个皮，它烧掉了。那个只是皮肤而已，那个是你自己拖了球，我拿球来，我没有动你。你们两个前面拖太多了。Don't let nobody contact。有啦，有 body contact， 没有我拖的。可是我反对，因为我拿那球，你有 try to kick back 了。你看他跟 Stephen 说，我开始都在里面站着，我后来没有办法，我才出来了。你讲什么？谁？他跟 Stephen 还是他跟我？他跟拖太多了。没办法，我再出来拿球了。拉这个扣。你不要抢他了，你看他有那种打包裹的，一定会打的。有东
到了，这是什么乱扔的？好棒！队友都到。不是说不想打，打这个太难了，是吗？还定是我自己放个石块，压着那个打不了。他不出声了，我等他。太强了，不压就给你给我。喂！你坐这而已，这还有入口的。太乖太乖，还不会在左边投，只会投右边。好嘞。哇！体重有差，体重有差。别再传了，再看多一点戏。阿力，阿力，哇！又高又米棒来着，太强了！哎！
哦、oh, nice 来什么你掉了雷曼不是很会进球吗？雷曼不是说他的 best defender in the history。history。哇，那整个嘞，整个位置完了。Red 要回来 balance 一点。反正 KD 应该也不太能。还是 balance 一点。因为他们打击战术也是有。KD 战术是前边，前边也是前边。前边，前边。不要说了，感觉他们要打胜。这双赢了嘛？他们可能进步还是有点。哦、oh, nice 打完了打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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